比较好奇的是一件事啦，小时候我记得你大概七八岁吧，我曾经问过你说，哎，妈妈，哎，长大会不会想要刺青啊？然后你回答是不要，会痛。那为什么你现在就是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我真的很想比较知道这件事啊。国中是认为帅，刺青就是帅。那你觉得你妈很帅吗？啊？一开始是肚子，就是让人家让你。国中朋友就是刚学习的去试着，然后就吃了两条线，我就不吃了。两条线呢、啊？两条线我就不吃。那为什么不凑到三条线？太痛了，受不了。然后就慢慢的吃其他地方。对。所以你有在 copy 我？就是我要跟妈妈一样，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帅。你看，啊，不然你还说我不帅，对吗？